新竹县江陵乡爱金座陈甘桥计划100年，伫天一县银河文化公园举办的普通江陵陈甘桥百年纪念银河会，大鹏银河艺术多样的发通，爱涵盖多民族来认识彩地的文化资产。林国祥合唱团唱的欠款的歌，为百年纪念音乐会暖场。杜江林乡界陈甘桥是看过彩铁水航海的桥，因为早期是用树屋老竹屋来起盖。不过大摆多多台水就会打坏铁，为到爱乡下里片来行，所以乡亲杜百年前就发起六建来谈桥。1923年的时间了哈，安尼青山公路刚出到崔先生啊哈，啊现在要提防因此哈，啊六建主流的安尼工商款，安个前多的乡亲啊哈，也要出钱出力哈来共同来参加，所以才要见面的哈，青江纵山桥。客家庄的提起，假使愿意了解过去的英文历史的故事，愿意了解，因客家人客家族群过去对土地对国家。对社会永永不灭的贡献，也是因为未来客家人会为了所有因的乡亲、延续政府，做咧什么来推动的。一场百年纪念音乐会，除了演唱与合唱团锣鼓手来表演之外，还有乡民代表会办公客送礼物发通。韩国小四是凤吉时事，为民众过一届听录届两年时间。有请很多现场的乐团来，然后气氛也非常好。我看大家带着很多小朋友啊、家族一起来，我觉得很有趣，觉得办得很好。刚好现在在这个邓雨贤的纪念公园一起办，那其实我觉得是，刚好是一个双重意义。对，因为刚好陈甘桥也是一个古迹嘛，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持续的一直，每年可以持续的办。江陵乡公所讲，除了同台界音乐会表演，还有到金玉峰金米所展出陈甘桥百年台诗集，老艺术家手作的木偶，分年跳下马，陈甘桥的容额，不但长期留了江陵百年历史，还展现了乡亲热心做公益。下个新闻，朋友新竹江陵报道。